觉得比以前有进步。长夜路漫漫，留住这街中气候，流连在冷冬里，愿可清醒片刻，又再次翻起心底一丝失控的感觉，想起得你的声音，随时明白我。微弱冷雨敲响，风声是你吗？曾话爱我爱多一生，未算多，雨或晴靠着我，暗或明接受我，真是碰着了风波。感激得你不放低我，更维护我，陌路通通，但仍唱我的歌。又再次翻起心底一丝失控的感觉，想起得你的声音，最是明白我。微弱冷雨敲响，风声是你吗？曾话爱我爱多一生，未算多，雨或晴靠着我，暗或明接受我，真是碰着了风波。为了加速年轻运动员的成长，教练李慧芬要求他们每日接受七小时练习。起来，真好，起来。像他们有的时候，我星期六也让他们练，星期天有时候也在练。我的好多朋友都问我你疯了，我说我是疯了。我逼他们练，他们星期天都毫无怨言的去接受。李慧芬教练是前中国国家队成员，在1987和1989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得过团体冠军，亦都在88年汉城奥运的女单项目赢得银牌。亚运啊世界赛都攞过牌，包括亚洲锦标赛，但女单系就揸了一块奥运牌，所以我就想培养本土的攞到牌系更加好噶啦，因为那个系一路我系心心望咯。之前呢，如果是带各帮攞到牌，大家都觉得是他是中国过来的，但我现在培养的是青少年，虽然我都付出了好多努力了，他再加上家长的支持了，我都付出了好多，大家一起去圆那个梦。共同都